主料：紫菜5克，面粉130克，鸡蛋70克，辅料：盐、花生油、小葱3克，火腿肠50克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紫菜泡发后粗粗的切成几刀，姜葱、火腿丁切成小丁，加入面粉和鸡蛋，加入适量的水、盐和盛后一点的糊，锅中放少量油，倒入面糊，摊平，小火盖盖慢烙，等两面都上色后再转大火，使其外面黄脆，出锅阶段。烹饪技巧：如果喜欢薄一点的饼，面糊可调的稀一点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